因阿伦直率的个性深受粉丝们喜爱，他也曾和阿本传出绯闻，密切关系引发讨论，但他事后也解释两人只是很要好的朋友。而27日严雅伦一家开心替严爸爸庆生，一行人开心留下合照，引人关注的是阿本也现身聚会，看起来和乐融融，也引起网友惊呼连连。当天阿本也在脸书po出合照，并开心写下太久没有聚了，严爸生日快乐，珍惜每一次聚会。照片中只见他站在后排最右侧，这也是两人绯闻传了十年后第一次不是在被偷拍的状况下合体，态度相当大方。贴文一出，有网友惊问要结婚了吗？阿本则是回应表示好朋友啦。事实上，炎亚纶2020年上节目曾被问到和阿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变得不好，他解释两人并没有闹翻，私底下还是常常联络。至于真正的关系，他则解释曾经很好很好，但现在真的就只是朋友。